哎，对了，盛哲，您那边怎么样？我电话联系不到他，而且也打听不到他去哪儿了。不过晚上销售部的同事会告诉我明天盛总的开会时间和地点。嗯，郝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小严，还没下班呢。我整理文件呢。 您有事吗？哦，合同我签完了，正好路过，给你们送过来。辛苦您了，没事儿。浅姐呢？不在吗？浅姐她出差去了。夏小姐去找我们盛总了。那个，郝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感情的事儿真的强求不来。 而且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，这次是浅姐不对，而且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找一个比前姐更优秀的人。浅姐做错什么了？她都和您在一起了，还跟前男友纠缠不清的，肯定是她不对啊。我想你们是误会了，我是跟她表白了，但是。 他没有接受我，啊！开吃，阿姨，啊，你今天做的全都是我最爱吃的。哦，是吗？嗯，爱吃就多吃啊，哼，吃吧。好。哎，你说也真逗哈，这个104的客人，他跟我说啊，他喜欢吃这些东西，叫我给他做，结果做好了吧，他又不吃了。哦，你说多奇怪。可能有事儿吧。嗯嗯。 吃这个，这是油爆虾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吧？我要吃油爆虾。我也想吃油爆虾。好，油爆虾。我还要吃爆炒蛏子。好，我正好也想吃爆炒蛏子。等着等着啊，很快。嗯，哎呀，这连口味都一样啊。学我啊？嗯。 阿姨，嗯，你刚刚说104的客人，啊，咱们这儿入住客人是不是都要登记身份信息啊？对呀，当然得登记啊。那能不能让我看一下？嗯，这……阿姨，我知道你为难，能不能帮帮我，我就看一眼。嗯，哎，那好吧，来，你过来一下，谢谢，啊。 哦，在这儿。嗯。哦，这个你看看。哎，请进。 沈哲宁。
抱着我什么意思？你放开，沈安宁，你太过分了。知道我找你多久吗？你躲什么躲啊？我知道我喝醉了去长盛找你，是你把我送回家的。那天在游乐园，搬公仔的人就是你，你心里就是有我的。为什么一直故意躲着我？还没完，等我说完。咖啡厅，我去不是要和你分手的，我连戒指都带来了，我以为你会和我和好，可是你却提出了分手。那天晚上下着雨呢，你不想把车停在我的前面，你宁愿看着我和别人一起走，这就是你说的你要和我断干净，你心里就是放不下我。是没错，我也很虚伪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和你之间根本就不是三言两语的抱歉能说清楚。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说，我很爱你。小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相信我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一定能解决。从现在起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面对他。不哭了。这干嘛呀？你写了？写了。你写的什么？写了秘密。在哪儿呢？好了。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汉堡。是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汉堡啊，差不多。好了好了，这就是秘密。先看了，走。别生气，哥他也是想让你开心嘛。你别说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其实有件事，我一直特别想问你。你说。你
跟那个姓郝的，是不是你有答应过做他女朋友？我什么时候做他女朋友啦？就是那天晚上，你俩从家里走了出来，我还亲眼看见你们俩抱在一起。你监视我啊？我和郝思远，我要给你试试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啊，朋友之间的拥抱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啊，我发现你对我一点都不信任，这不像你啊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萌萌，怎么了？喂，哥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爸车祸的时候，他当时是踩刹车的，但是并没有减速。爸怕车子失控，所以猛打方向盘，撞到旁边的水泥。所以，车祸并不应该是因为那个孔明灯，可能是因为刹车失灵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好，等我回来。怎么了？萌萌。什么事儿啊？萌萌说我爸的车祸可能不是因为你们，而是因为刹车失灵。什么意思啊？萌萌在电话里也没多说，详细的情况可能要等回去后再问他。当年的车祸报告是有说车祸可能是因为孔明灯引起的，但不排除是因为驾驶员操控失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跟我爸吵架，影响到了他的心情，导致了那辆车祸。但我在想，我爸开了这么多年的车，不至于因为一盏孔明灯就引起这么严重的车祸。啊，明天我们回去把情况弄清楚。你好。齐福亭这么灵啊，这么快就成一对了。你说什么？总之，孔明灯应该不是造成车祸的直接原因，之前可能是我误会你了。你现在不用再背负那么多了，是我打破了你原本的生活，对不起。刘娘，这次长盛蔬菜基地的转让价给我看了，我觉得不是很合理。你付出那么多的心血。是的，等长盛的资金回流了，再把它买回来。阿姨，哎，哎，天天起来啦，哎啊，我今天给你做梅菜扣肉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谢谢阿姨。嗯，那今天我吃不上了，我准备退房回去了。还有那个。104的客人啊，跟我一起退房。解开心结了？是不是那个104的客人给你解开了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行了，我都看见了，你们昨天晚上又手拉着手回来的。哎呦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，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谈几次恋爱。不不不，一次就够了。哎呀。我以前只是听说，没想到这个祈福亭真的这么灵。我改天啊，得跟我们家双双去祈福一个。双双哪用呀？他不是。他怎么了？他好呀。双双他很优秀，
然后人也可爱，长得好看，肯定很多人追她呀。不，是吗？嗯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阿姨，你千万别担心双双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收拾东西去了啊。哎，行行，快去吧，谢阿姨，去吧去吧。是。萌萌，你再好好的想一想，除了刹车有问题，看看还能不能想到些什么。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。不过我非常确认的是，当时爸爸是踩了刹车的，但是没管用。我记得爸一直都在咱们家附近的一家 4S 店修车呀。哎，你到那家 4S 店去找一下当年给我爸做汽车保养的人，或许可以问到些什么。好。萌萌，我看你脸色不怎么好，注意休息。哥，我想等爸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出国。也好。还有我和志俊离婚了。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。阿姨，我们俩是出差的时候碰到了，我们两个人也是相互放不下彼此。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爱护浅浅，您担心的事儿都不会发生。妈，柠檬刚想起来，老盛总的车祸是因为刹车出现了问题，但是刹车为什么会失灵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我们会继续调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不是因为孔明灯。所以你担心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了。我就是要和钟林在一起，你要相信我们。小盛，真对不起啊，以前跟你说了那么严重的话。阿姨，对我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，我都会努力做到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能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。钱的事儿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妈，嗯，知道你在担心我，保护我，但是你真的不能替我的人生做选择、做决定。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会承担自己选择后的结果。请你相信我。其实这些天我也吃不好，我也睡不着的，我一直在想我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。不过今天看到你俩这样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小浅，妈再一次给你保证，以后你感情上的事情妈绝对不会再干涉。哎，他这话我听过不下十遍了。哎，你这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儿就此打住，但是你得补偿我。这哎，我想吃油爆虾还有爆炒蛏子。你这孩子的脑子，那你也得问问人小盛想吃什么，你不问你吃。嗯，他想吃什么，我就想吃什么。好，
油爆虾、蛏子。看着我们俩干啥？看，不是，不是我看。干杯。你说盛总和夏小姐和好，有没有咱俩的功劳？何止是有啊，我觉得是最大的功劳。怎么你就是最大的功劳了呢？我当然是啊，你看我为他们跑东跑西的，又及时给你汇报陈姐。你可拉倒吧，啊，你那叫什么呀，你都要倒戈了，都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墙头草。要不是我扭转乾坤，冒着被辞职的危险把盛总的行程告诉了夏小姐，他们俩能和好？好了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他们俩要是和好了那就好了。 来，那你干了，我都喝四个了啊，你这一瓶还没喝完呢。干了干了干了。对了，小严说浅浅跟哲宁和好了。那就好了。而且说老盛总的车祸不是他们的关系，是因为什么刹车失灵。刹车失灵？嗯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跟浅浅放孔明灯没关系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要不然浅浅的感情本来就够曲折了，希望他们能好好的。嗯，妈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等会儿把具体地址发给你啊。哦，怎么了？我妈管我要详细地址，要给我邮梅干菜，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做梅菜扣肉了。不过要是这方面还是我妈做的更好，更专业，一绝。你想家了？有一点。反正我现在辞职了，有时间，等你有空，我就陪你回去一趟。好啊，那这回回去，能不能跟他正式的说一下我们俩的关系？再等等吧。嗯，好。地下。哦。我给他发一下。盛总，还是没有银行肯借钱给我们。而且那几大资本公司对投资也持观望状态，现在市场上普遍更看好的是利和资本扶持的朗月。料到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以长盛现有的资金根本维持不了多久。我约了比利时的威尔森先生谈战略合作，如果谈成的话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欧洲高端旅行团入驻长盛，这样最起码可以保证入住率。虽然我们降低了房价，但提高了入住率，资金就可以周转开，可以多撑久一点。嗯，他应该来了。Hi, Hi, Ning. How are you? Fine. Please, thank you. I'm interested about cooperation you told me last time on the phone. Yeah, let's have a good chat this time.Thank you, Sophie. Bye. Bye-bye. 盛总，你太厉害了。少拍马屁啊，你去找一下客房部的经理，跟他讲，虽然我们降低了房价，但服务的品质不可以降低，不可以消极怠工。好，哎，等一下。我让你查4S店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
这件事情过去的太久了，大家都没什么印象了。而且当初给老盛总修车的那个人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去吧。这一回戴上就不可以摘下了。还有这个。还给我。你的东西我都给你了，那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还给我？你有什么东西啊？太丑了，这什么啊？你学我。啊，我哪有你这么丑？像不像？我是学。你找吧，你照片是吧？我藏起来了，在这屋子里，你自己找。你别学了。情侣，这个男方不想让女方知道他们的情侣关系，是不是说明男方对这段感情没什么信心啊？秦总不想让你家里人知道你和他俩的关系？就是说暂时不想，想再看看。哎，秦总的意思是等等再说，并不是不愿意说啊，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。是吗？当然啦。秦总啊，他就是太在意你了。你这么猛的一跟他说，而且你俩刚在一起没多久，你猛的这么问他，他还没有准备好吧？是这样吗？对呀，女婿害怕见丈母娘太正常了，你给他点时间吧。哎呦，可是之前不是这样的。他之前在客栈见我妈那会儿可热情了，还善感着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哎，再等等吧。盛总，绿地基金会愿意把钱借给我们，而且利息非常低。利息这么低，他们出于什么目的？基金会的倪总和咱们的老盛总是好朋友，他说想帮长盛一把。你查过了？而且他们之前是同一个高尔夫俱乐部的。好，你找个时间帮我约他一下。盛总，还有一件事，您之前让我找帮老盛总修车的那个人，我找到了。他说车祸发生之前，他还替老盛总检查过车辆，一切正常。也就是说，刹车失灵，有可能是人为因素。毛毛，我知道让你回忆当天发生的事儿一定很痛苦，但事关爸爸车祸的真相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那天发生过什么。爸，他遇到过什么样的人，或者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？我记得爸爸当天带我从餐厅走了出来，然后我们去了停车场，然后我们上了车，再然后爸爸接到了个电话，又下了车。下了车之后，爸爸好像跟一个人在吵架。念在我们是大学好友，一起创业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一回。但是时间太久了，我具体记不清了。但是我记得当时他们距离离我很远，我几乎听不到在讲什么，好像什么大学同学、好不好朋友什么的。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？
记不起来了。要不然我们去老房子看看吧，也许能找到线索什么的。嗯。谁呀？快递！快递！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梅干菜呀、啊。不是，妈，那个你来了，你要跟我说一声啊。哎呦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是过来看看你。不是，你下次要跟我说一声啊。哎呀，你就不用管我。你要是忙，我明天就走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哎呀，是。哎，小琴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爸，我……哦，他是我老板，来聊工作的。哦，哎，工作是吗？哦，那行，哎，那个你们接着聊，你们聊你们的工作啊。行，哎，那厨房在哪？我把东西放那边。哦，在那边。好，你们聊，你们聊啊。慢点，慢着点。哎，行行行。在里头。哎呦，我知道你暂时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们俩的关系，就装作只是我的老板。他两天就走了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不想你妈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？不是你上次说的吗？不想让他知道我们两个的关系吗？暂时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想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再跟伯母说啊。因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长辈可能心里会介意的，我是这个意思。你是这个意思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那要不这样吧，你找机会跟你妈说，说我一直在追你。你一直拒绝我，就后来因为我死缠烂打，所以你才同意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哎，要不你请你妈出来，我们到外面吃饭吧。妈，你先别做饭了。好久没来了。是啊，这棵树又长高了一些。我记得这棵树是你五岁的时候爸爸亲手种的。那时候树上老是有毛毛虫，你不喜欢这棵树，非要把它砍了，被爸爸给拦了下来。对啊，我再也没有在这儿乘过凉。进去吧。好。慢一点。你整理这边，我去那边。琴啊，这也太丰盛了。本应是阿姨请你的，你看你帮我们家那么多的忙，现在又帮我们家双双安排工作，阿姨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双双她要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要说，你就尽管说。不，双双在工作上她很努力很认真，无可挑剔。哦，是吗？工作上认真努力那是应该的，但是你这个人情感问题，你也得上点心呐。哦，我，哎，小琴，阿姨问你啊，你们公司里边有没有那个
单身的男孩子，也给我们家双双介绍一下。双双这孩子，他从小就是交际圈就特别窄，身边就不认识几个男孩子。不是，我们公司，唯一一个单身男的，就我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双双，你还记得那个小林吗？不记得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真的是一点不上心呀、啊！你走了之后，人家小林还过来问过你呢。人家这两天过来这边谈生意，要不然你们两个人见见。没空，忙，特忙这几天。你，哎呀妈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能不操心呢？小林这孩子人不错，我算是看着他长大的，知根知底的，办事又稳妥。妈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？谁呀？哎，谁呀？我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为了副业务瞎编吧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在哪儿工作？他这两天有没有空？我们出来坐坐，一起吃个饭呢？啊？你已经在跟他吃饭了。没错，就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单身男性，我老板，我喜欢我老板，欣赏他，爱慕他，就是不知道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情感？妈，我话都说开了，你都知道你女儿从来没喜欢过人，您就给我一个字儿，行不行？真没想到你先说出来了。我今天约阿姨出来吃饭，也是想跟阿姨汇报一下，就是我喜欢双双很久了。我追了他好久，他终于答应了。这没想到你先说了。妈，你这大老远跑来，不只是给我送梅干菜吧？现在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你的了。哎，前阵子就你那个朋友不是到咱们这儿去散心吗？哦，浅浅，怎么了？我带着他到那棵大树下去许愿，哎，结果还真灵。我就想着也给你求一个吧，哎，他随口就说不用不用，哎，然后还支支吾吾的。我就觉得你这儿有什么事儿。没想到你还真的给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。妈，那你平时给我介绍那么多男朋友，你一点都没想过他？他还在咱家住了那么长时间呢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他各方面条件都太好了，所以我都没敢往那方面去想。哎呦，这下可好了。你有这么好的着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这边啊，妈再也不用去操心你的事情。我明天就走，不耽误你们两个人谈恋爱。不，妈，你不多住两天啊？哎呦，你这边我倒是放心了，但是客栈不得有人看着。那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好了，这回妈妈可放心了。你怎么不让你妈妈多待两天呢？根本留不住她，她着急回去呢。而且她知道跟你在一起以后还挺安心的。对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其实她不在乎你有没有工作。工作的事情呢，我想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公司大酒店的人事部这两天会给我打电话，其实我们各方面都谈得差不多了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这两天就能签合同。真的？那我
斯大酒店是不是就在花卷有方附近？那以后我们一起上班，中午还能一起吃个饭呢。哼哼。啊，快接。喂。哎，秦先生，啊，真是抱歉，副总经理的位置我们这边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，所以没法跟你合作了，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没关系，嗯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说是他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昨天还谈得好好的。嗯。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性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。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。没有活该，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。我买了糖过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。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性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